青梅，不是要你回村去了吗？我本来是打算回去，但走着走着，便想若放雨哥哥一人，怕雨哥哥会巡视完满林子的陷阱才回去，那不就又要弄到很晚吗？这可不是摆明要我一个人回村里挨骂，所以我就折回来帮你啦。胡闹！竹林里有怪物，你遇上了怎么办？ 哥哥帮我开路，安全得很。今天听族长担心地说，貌似商国情势不稳，四方强族频频进攻，咱们村正好在商国周边，所以受到牵连。虽然不喜欢商国，但如果像以前那样的大战又打起来， 可危险了。是啊，咱们村男丁也所剩不多。过去，太多牺牲了。我的阿父、阿娘和哥哥，也是被抓去做人牲。我明白，明明与哥哥就是在为族人安危着想。 不希望再有人平白无故牺牲，为什么族长他们就是不能理解雨哥哥的苦心呢？真希望哪天他们能明白雨哥哥的好，这样雨哥哥也就不会整日锁着眉头了。有了，马儿马儿草上飞，飞过草原飞水湄，摔到一处烂泥巴。 大蛙看得笑哈哈。什么？看雨哥哥心情不佳，青梅唱首曲儿给你解闷呢。这种儿时的幼稚曲儿，就别唱了吧。<笑>你说幼稚，当年一直爱拿这首哄我的是谁呀？一直在这儿看我做事。 不无聊吗？雨哥哥，真的没有什么青梅可帮忙的吗？没有，不过少了一些木材，我去周围找。青梅，这就去。你一个人乱跑太危险了。不会的，这里这么安静，我看什么怪物也应该都睡了吧。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 好吧，快去快回。嗯，去那儿找找看好了。 我说，这趟可真是丰收啊！什么声音？ 这次首领能抢到那个女孩，你功劳不小呢。<笑>是啊，这么个客人，等首领回来，不晓得要如何奖赏我。比起来，我真是先祖不佑啊！方才不晓得踩到什么，腿差点受伤，幸好我反应快，否则这条腿就废了。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竹林子。 陷阱怎会这么多？难不成是这竹林里猎物特别多？你傻了？管什么猎物多不多？我看这林子附近一定有人居住。陷阱这么严密，肯定是在保护什么宝贝。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回去跟首领说这件事儿，安排安排。待天亮，咱们就来抢他们的宝贝。 是族长说的异族人，原来他们已到这儿来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快去通知雨哥哥。谁？<笑>又来一个可爱女孩。<笑>
这下你也有功劳了，真巧呢。不要，青梅，青梅，怎么回事？地上怎么这么多脚印？啊，这是青梅的，这方向
是我们最近被灭的灵族部落。难不成境内被那群异族人抓走了？必须先回村里告诉族人敌人已尽，并请求族人一同救出青梅。对不起，青梅，你再等会儿，哥哥马上去救你。起来，大家快起来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子红雨，这么晚在吵什么？雨儿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大家，请听我说。青梅被最近灭掉东边灵族的异族人捉走了。啊？什么？敌人不知何时会袭击过来，咱们应当立即做好应敌准备，并组织一支队伍，一同把青梅救回。谁愿意陪我去救青梅？没人。青梅不是咱们的族人，咱们的妹妹吗？青梅是个好姑娘，但现在的咱们不是那群人的对手，去也只是多个人牺牲而已。你，雨儿，你冷静，强出头没有好下场。你忘了之前咱们的族人，包含你阿父的下场如何了？咱们应当赶紧收拾逃走，才是上策。逃走？那青梅呢？现在去，来得及吗？青梅说不定已经……哎，保住咱们村子为上啊！这太荒谬了！青梅一直都像我亲妹妹一般，她也跟你们都是朋友，结果她现在有性命危险，你们一个个都只想着要逃。玉儿，这都是命啊！阿娘，怎么连你也……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把他救回来。雨儿，知道青梅被他们带去哪儿了？恶心，离我远些！哎，别这样！哎，庆功宴后，好想睡觉。为何咱们还要在这儿看守？哎呀，就轮到咱们呗。哎，还用你说？哎，咱们真倒霉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抓到的那个女孩啊？没有。身板好吗？身板如何？不知道。外貌听说是好的，反正也轮不到咱们下手。那个女孩，难不成是指青梅？无耻！我不会让你们伤害青梅。
他们似乎刚闹过一阵，防守有些疏忽，应该可以趁他们不注意时把青梅救走，找找看吧。有人特别看守，应该就是关人的地方。如果贸然过去，就算勉强救出青梅，也无法逃脱。必须想个计策。喝呀，大伙儿来喝！有人来了。走走走，再去喝。女人，好饿。你是谁？跟那群人是一伙的吗？什么人啊？我醒来就在这儿啊。这女孩与那群贼人服饰不同，看来也是被捉来的。只是为何他不是被囚禁起来，而是被丢在这儿？
有吃的东西吗？啊，活过来了。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饿死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在此处？我叫做子巧。我本来在赶路，因食粮准备不足，饿到走不下去。后来我看到路边堆着好多大箱子，想说不晓得里头有没有食粮，就钻进去找。谁知还没找到就饿昏过去，醒来就发现自己在这儿了。竟然没被贼人发现，该说是你不幸呢，还是幸运呢？贼人？你现在被困在一群到处掠夺的贼人的居地。我的先祖啊，怎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啊，幸好遇到你，否则真不知我还有没有命去见我的夫婿呢。那壮士你呢？你也是藏在箱子里被抓来的吗？我前进来救我妹妹。救你妹妹？我妹妹被这群恶人捉走了。这可不好，要快点把她救出来才成。你的同伴呢？在外头支援吗？难不成你是一个人？好，为答谢你帮了我，我也一起帮忙。心领了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救出妹妹。呵呵，你别小看我，我子巧的武艺与力气在子国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人称怪力子巧是也。而且多个人多分力，也多一成救出丽妹的机会嘛。子国，那是商国的友邦，没想到他是商人。反正救回青梅后就与他分道扬镳，应当不至于出什么岔子。好吧，那我们快走吧，一起去救你的妹妹。外头有很多人，不要随意乱走，咱们先拟好计策再出去。哪需要什么计策，不就是见一个打一个？不成，你再怪力也无法以一敌十。怎么这样？我方才进来前，看见有个派人看守的营帐，估计就是关人的地方。但聚在那附近的人颇多，贸然潜入，必受阻碍。必须设法引开聚在那里的人，好比在附近制造混乱。火攻。火攻？若在营地各处放火，一定能引开那群人，到时便可趁乱潜入救出我妹。放火？有意思，我以前在家阿福都不准我玩火呢。那我们要从哪开始放啊？咱们挑有物品堆叠的地方放。你紧跟着我，小心别被发现。遵命。
求人的营帐。